上个月11日晚，由三玄社主办的生命之种邂逅声色光画展的开幕派对在广州大剧院热烈举行。当然，主角 Liska 与各界艺术界爱好者的朋友分享了他创造想法与艺术心得。画家 Liska 是来自欧洲的自由艺术家，2007年开始尝试在帆布上创造丙烯画。兰雷斯卡热爱大自然，擅长通过创作来表达想法。他的作品意在为欣赏者带去人类本质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的思考，富有深意。画展当晚，多名艺术爱好者齐聚大剧院，准备一饱眼福，欣赏兰雷斯卡为大家带来的精彩作品。本次邂逅声色光画展的成功举办，为推动广州艺术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都希望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可以支持广州艺术的发展，